Welcome to Tech, a video lesson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This serie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window into th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ee how theory, enthusiasm, and questions work together for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ow let's go for Tech.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Good news! I have got a wonderful video of a middle school Chinese class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lesson? It shows how learning can go real to make connections with the real world and the students' lives. Great! Let's visit this Chinese class. The students are learning the unit sports. In this specific lesson, they are talking about starting a ping pong club. Aha! I can see how this lesson goes real now. The evidence of learning tasks will be the ones that specifically require explanation and persuasion. Also, as evidence of learning, the students will talk about a video of students from China ob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ping pong club. Yes, that's a nice way to integrate culture. Let's see how this teacher goes real while introducing and practicing new language items.这是哪里？乒乓球中心，对不对？什么时候去的乒乓球中心？是去年去的乒乓球中心。那我们看乒乓球中心好不好玩？好玩吗？你们很喜欢吗？很喜欢。好，看下一个图片。哦，这个是。 一个老师在跟你们讲话，他是谁？他是教练，对不对？因为他是老师，他教我们做什么？他教我们打乒乓球，我们叫他是教练。哎，我们说一下教练。对，他是教练。我们有几个教练在这里？三个。3个教练，对不对？穿红衣服的是教练。 然后两个穿什么颜色衣服的？蓝色衣服的也是教练，对不对？他们是教练。那我们看乒乓球中心，它有很多这样的桌子，我们叫什么？我们叫乒乓球台。对，乒乓球台，看这有一个乒乓球台，你们记不记得有几个乒乓球台在这里？几个？ 有八个，对吗？我们想一想，这里有一个，后面有几个？一、二、三，有三个，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左面有几个乒乓球台？这里有两个，四、五，然后后面有两个，六、七，然后最后面还有一个大的乒乓球台，我们有几个？ 八个乒乓球台，非常好，乒乓球台。好，我们看下一个图片。哦，他们在做什么？这个人是谁了？教练。教练，对，他是教练。他在和我们的学生在做练习，对不对？因为他们要练习打乒乓球。我们看他们在什么？ 练习乒乓球，对了，练习乒乓球。我们练习乒乓球之后，他们做什么了？他们做什么？他们要比赛，对不对？比赛。我们有两个学生一直比到最后，他们是谁？何雅丽和欧丽特。他们两个乒乓球打得很好。那我们看何雅丽和欧丽特他们的比分是多少？ 比分，何雅丽是5分，欧丽特是几分？8分。谁赢了？是欧丽特赢了，对不对？好，欧丽特赢得了比赛。我们看，最后我们有4个学生得了奖牌，他们得了奖牌，他们谁是冠军？ 欧丽特是冠军，对不对？因为他赢得最后的比赛。那谁是亚军？亚军？何雅丽。何雅丽是亚军。哎，那谁是季军？
卢克和艾天乐，我们有两个季军，对不对？冠军是什么牌？是还记得吗？金牌。然后亚军得银牌，季军得铜牌，很好。你们喜不喜欢打乒乓球？喜不喜欢？喜欢。你们也很喜欢打乒乓球，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唐可拉，我喜欢乒乓球，因为是刺激。我不喜欢乒乓球，因为很难。哦，因为很难。好，还有谁说一说你觉得乒乓球怎么样？你喜欢吗？还是不喜欢？喜欢还是不喜欢？塞纳。我不喜欢乒乓球，因为很难。嗯。那你不喜欢乒乓球哦？好，马修，你觉得呢？我喜欢乒乓球，因为锻炼身体。你看张老师说，我喜欢乒乓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乒乓球是国球，而且它很锻炼身体。我不喜欢乒乓球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很难，而且球飞得很快，而且球飞得很快。好。来，我们再说一说其他的运动。你们还记得这些运动叫什么名字吗？第一个是什么运动？橄榄球。好，第二个运动是？这是什么运动？篮球。这是什么运动？排球。这个呢？我们叫高尔夫球。高尔夫，对，高尔夫球。这是踢足球。这个是他在跑步。好，棒球。曲棍球，曲棍球和还记得叫体操，对不对？体操。好，体操。哎，你们说一说你们喜欢哪个运动，原因是什么？我们想两个原因好吗？两个原因，你喜欢两个原因，因为第一个原因，而且第二个原因。哎，想一想，想一想，你们可以这样，两个两个人先说一说，好不好？而且简单。你喜欢棒球。我们平时在学校什么时候做运动？什么时候做运动？体育课。体育课的时候做运动。我们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做运动？我们还有一个时间可以做运动，我们叫课间。对，什么是课间？什么是课？我们现在在上中文课。你们第二节上什么课？科学课。你们中文课和科学课中间就是课间，对不对？科学课和科学课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时间叫课间。你们可以做什么？做运动。你们还可以去玩，对不对？可以吃饭，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和朋友一起聊天，对不对？好，你们喜欢课间吗？喜欢。很喜欢。我们MK 的课间是多长时间？二十分钟。很好，我们有20分钟的课间。很好，来，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五个词。第一个叫教练，谁是教练？就是老师，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我们需要练习运动，你们才能打得好。然后我们上课之后我们有课间可以做运动，然后我们在乒乓球馆里面有很多乒乓球台，然后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需要有乒乓球拍，对，乒乓球拍。好了，我们现在来练习练习。现在老师要说几个问题，你们猜一猜我说的是哪几个词，好吗？来，我们看第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老师，老师他是谁？教练。他是教练，很好。第二个问题，我们学校在学校每天9:50到10:10是什么时间？课间。是课间，很好。下一个问题，比赛之前运动员需要做什么？需要练习。对了，很好，他们需要练习。好，下一个问题，
打乒乓球的桌子叫什么？乒乓球台。乒乓球台。乒乓球台。好，我们下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运动员用什么打乒乓球？他用什么打乒乓球？乒乓球拍。对，他们手里面用乒乓球拍。Wow, the teacher is so skillful, connecting learning with the students' field trip experience and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s about sports. Yes, indeed. Actu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we saw just now has prepared the students well for the application tasks in the next part of the lesson. 我们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中国南京省南京市第一中学，他们也有一个乒乓球队啊。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乒乓球队是什么样子的。学生们什么时候可以打乒乓球？他什么时候打？第二个问题，学校里的乒乓球教练是谁？第三个问题，一个乒乓球台和乒乓球拍一共多少人民币？人民币是哪个国家的钱？中国。中国的钱。好，那它是多少美元？它是多少美元？美元是哪个国家的钱？美国是美国的钱，我们要对比一下是多少美元。好，那中国学生喜欢打乒乓球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说了很多原因，对不对？我们听一听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再来看一次视频。好，我们这次再来回答一下问题。第一个问题，学生们什么时候打乒乓球？第一个问题，学生们什么时候可以打乒乓球？体育课还有呢？课间乒乓球。好，放学以后，我们看，哦，他第一个说的是课间的时候，对不对？课间的时候，很好，在那。下一个，我们看还有什么？什么？他说放学之后，对不对？就是放学之后他们可以练习打乒乓球。嗯，好，他们有体育课的，他说体育课了吗？哦，也有说体育课。好，谢谢。对，在这里体育课的时候，非常棒。好，下一个，第二个问题，学校里的乒乓球教练是谁？你没有听到吗？教练是谁？没有听到名字，没关系。他的教练叫什么名字？梁静老师，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乒乓球教练。好，第三个问题，一个乒乓球台和乒乓球拍一共多少人民币？有听到吗？我们先，他说了，分别说的乒乓球台多少钱？一千人民币，很好。那乒乓球拍和球多少钱？100人民币。那一共多少钱？一千一百人民币。那一元人民币啊，一美元是多少人民币？七元。大约7元左右，对不对？好，那一千，我们来看，1100人民币是多少美元？多少美元？你们可以快一点算一下，159美元，对吗？其他人觉得对吗？对不对？对，很好。那我们想一想 ，MK 有没有乒乓球队？没有。没有哦 ，MK 没有乒乓球队。
那你们想不想成立一个 MK 乒乓球队？如果想的话，给我一个大拇指。想不想？我们乒乓球怎么样？很刺激，而且很好玩，而且很锻炼身体，而且还不是很贵。你们想不想成立一个乒乓球队？想。好，谢谢唐可拉。好，我们一起说想。我们要和谁去说呢？和张老师说可不可以？不可以。哦，不可以。我不能决定成立乒乓球队。那谁可以呢？哎，对，谁是 Dr. 排门？是我们的校长，对不对？校长，好，他是我们的校长。那校长会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想成立乒乓球队，对不对？好，校长会问你们什么问题呢？你们想一想，校长会问什么？为什么你想有一个乒乓球队？哎，对，为什么你想成立一个乒乓球队？很好，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想成立乒乓球队？还有什么问题？多少钱？哎呀，很好，校长会想哦，到底多少钱需要买这个乒乓球台和乒乓球，对不对？好，太棒了，还有吗？乒乓球是很刺激，很锻炼身体。哎，对，乒乓球很刺激和锻炼身体，这是你想成立乒乓球队的原因。但是校长会问什么问题呢？他说为什么，然后你就可以说我的原因是，对不对？还有什么问题他可以问？他会问的，你们再想一想。老师张老师想了几个问题，你们看他，校长会不会问？第一个问题，我和马修想的一样，是什么问题？你们为什么想打乒乓球，对不对？为什么想打乒乓球？来，你们说一说为什么？很刺激，好，而且很便宜，好。还有呢？很锻炼身体。而且很锻炼身体，还有其他的原因吗？你们喜不喜欢？喜欢。而且我们都很喜欢乒乓球，对不对？好，你们想请谁做教练，对不对？你们需要有乒乓球队，那我们一定会有教练。你们想一想，谁可以做教练？张老师可以做教练哦，我可以。对，那楚涵来这里，楚涵站在这里，然后张老师是校长。好，现在我是Clement 校长。哦，先跟我说什么？校长好。哦，你好，你好，楚涵。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乒乓球队。哦，很好的主意。为什么你想成立乒乓球队？因为很刺激和好玩。很刺激，而且好玩。哦，很刺激，很好玩。那乒乓球需要多少钱？一个球拍和乒乓球台差不多150块钱。150美元，不是很贵。那你们想请谁做教练呢？张老师。哦，张老师啊，张老师会打乒乓球。好，那乒乓球这个乒乓球桌可以放在学校的哪里？你觉得？可以放在二楼体育馆。二楼体育馆，我们有很大的体育馆，所以可以放。那什么时候练习呢？课间和体育课可以练习。哦，课间和体育课可以练习。好，那你让我想一想，然后之后我会告诉你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乒乓球队。好，谢谢你，谢谢你，楚涵。乒乓球队吗？对。是，我是玩乒乓球，那我喜欢乒乓球，因为是简单和刺激，而且。你想我们可以放乒乓球台在哪里？
乒乓球赛，澳门体育馆。你说你，你想有乒乓球队？我想有乒乓球队，因为，乒乓球很好玩，有意思，很刺激和便宜。写一封信来去申请成立一个乒乓球队。啊，我已经给你们一些句子了，你们需要填这里面的内容，好吗？我们看，先来读一读。我们写信的时候，第一个要说亲爱的谁谁谁，对不对？我们的校长叫什么名字？ Dr. Clement 校长。好，然后开始，你们想做什么？八年级中文学生想成立一个乒乓球队。哎，乒乓球队，好，为什么？因为打乒乓球好玩，而且刺激，你们可以说你们自己的原因，好吗？你可以说很锻炼身体，而且很好玩，我很喜欢，而且很便宜。现在我们还是一个组一个组一个组，你们来商量一下这个信要怎么写，好吗？亲爱的 Kleinman 小张，八年级的中文学生想成立一个乒乓球队，因为乒乓球好玩，而且刺激。我们需要乒乓拍和台。一个150家叫美元，乒乓台可以放在体育馆，我们可以请中文老师做乒乓球教练，我们可以在课间练习，谢谢。好，非常棒。I noticed that the teacher in this lesson did a lot of scaffolding to prepare the students for the interview with the principal. Yes, she did. But I wonder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reduce teacher talk time and make scaffolding more student-centered.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We should get the students to talk, especially at the sentence level. Actually, a few weeks after this lesson, the students had a follow-up debate in which they were engaged in talking at the sentence level. Let's see that video. 董事会，你们好。我们想要一个乒乓球队，因为乒乓球很好玩，也锻炼身体。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把乒乓球台和拍放在体育馆让学生玩。一个乒乓台，多少钱？乒乓球台从150块钱到700块钱。乒乓台是很贵。你知道多少学生要玩乒乓球？我觉得5个学生要的。没有有多少学生想打乒乓球。我们可以在课间玩，学生想玩的话可以玩。乒乓球是安全吗？乒乓球比篮球很安全。球可以打到学生。打到学生的话也不疼。你可以放乒乓在里面，在外面。我们想在里面打乒乓球。
我们可以乒乓球台在体育馆的打听。 在体育馆打篮球，在体育馆没有很多地方，那我们可以放在二楼体育馆。 好，谢谢。那现在我们的董事会，你们想一分钟，然后给他们一个答案，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成立这个乒乓球队，好吗？不同意，因为没有多少学生想打乒乓球。非常好，好，决定。我不同意，因为。 不，流行，没有地方打乒乓球。好，我不同意，因为很难学，还没有时间学。晚休。我不同意，因为是不很流行，学很贵，所以我不同意。好的，谢谢董事会。 I can see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debate had made good progress in their language production. With continuous effort,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will move up very quickly. It will indeed. Well, that's the end of this episode.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Goodbye.